感觉到那个圣诞节的气息，圣诞节的气息啊。而且这边哦，到了晚上就会感觉到那个什么浪漫的气氛吗？我现在跟老板娘，我们来散步一下。雨中散步吗？对啊，雨中散步啊，趁着现在都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来散步。哦，这是那个 Viva VIVA 哈，他们算是一个品牌吧，算是一个品牌。哦，他们主办的啦。他们有个部，他们饮吃的有的只到六点，然后六点哦，对，晚上他们有另外区有一个露天的电影院到九点，跟那个餐车到九点。我们去露天电影院那边，对，我们大家可以去看看。然后这边也这一排，这一排有些直到九点也都没用了，因为一整天，一整天了，有些已经收了啦。对啊。反正到晚上是不用钱的哦，六点以后才是。啤酒无限畅饮嘛。对，趁着。那会不会大家六点以后才来？哇！可是我不在哦，先讲。哎呀，我有看到了，户外真的在开播了，户外电到九点，户外电影院呢？真的。其实我跟老板娘，我们常常户外电影院，对啊，这还不是我们常做的事吗？对啊。其实车博的另外一个享受是户外电影院的，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用心去感受，没有自己去看怎么去做这件事情。对啊，都可以克服。没错。哇，很舒适耶。看这边到九点，然后这边是餐车区到九点，餐车区也到九点。对，那我们先去餐车区再来。好好好。户外电影院。再推一点。这边就是餐车区了。好走嘞。哦。哎，龙奋上车。这个是餐车区啊。咖啡。这边是咖啡的。这里有什么？啤酒。没有，意大利面。哦，皮先生啊，不是啤酒。没有意大利面。嗯。这里呢？哇，这每台餐车都做得很可爱哈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太小厉害哦。这是什么？它这是面包里面加那个什么？豆皮。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。那面包看起来特别。这是炭烤鸡排啊。这设计也不错。哇，好香哦。真的。走。哎，这车要的餐车有。对啊。深夜食堂，午夜精酿。走，那这一个。刚刚吃那个披萨。刚刚是在这边。对啊，刚刚买的。哦，是在那边买披萨的哦。薄皮的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各位看一下哦，这是户外电影院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这里很温暖呢。啊，对，我们可以暖炉啊，我们一个位置在这里啊。那样暖炉啊，超温暖的一个地方。没错。嗯。对。它是个随性移动的。对啊。座椅啊。你看。户外电影院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只可惜哦，因为下雨天啊，哦，那今天来的人比较少了哈。下雨了。对啊，华中露营区欢迎来参观。嗯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来的。嗯，然后还有这边，哦，阿杰，那个那边的。
那边的没有，因为它都是那个露营的那边是露营的哈、哦，看那个大树的那个空拍机就会看得到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回去吃饭了，然后马上把这一支影片剪出来。对，好难得大叔会想要及时播影片的。及时啊。对，那等一下会默默的在那边打字幕。打字幕，我有两个小编来啊。哎呦，小编会批评您哦。对啊，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啊。对啊，是为了小编来这里一起。对啊。拍趴过生日。那个看到影片的时候，请留言哦，生日快乐。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家小编今天过生日。嗯，不是啦，我们是提早，因为我们明天要出去车路。对，是 tomorrow。tomorrow。明天啊，他明天才生日啊，他今天是为了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提早帮他过生日。对啊。然后刚好这个场地，然后我们就来了。你看，我们连过生日都在外面呢。对呀、啊。不是在家里呢。真的。在哪里？在户外过生日。对，在户外过。可是呢，小编说不需要蛋糕。对啊，只要那个全家都有出席就可以了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全家一起吃饭了。已经很久没有全家一起出门了，因为小编都不想出门。对啊，小编会臭脸。臭脸。哇，那你看啊，回来刚好现场演奏又开始了。嗯，你跟他讲，点一首生日快乐，伍思凯的。Yeah.